来看一下，这边有大型猛犬杜高、卡斯罗。我自己还收了一窝杜高了哈，到现在还没卖掉嘞，耳朵还现在还没剪嘞哈。我家的杜高，1000块钱，我收的哈。他家卡斯罗也不便宜，应该。简单看看哈，这几个卡斯罗都可以啊，都是纯种的，杜高也是纯种的。他家的杜高和卡斯罗都不便宜，都得要1700，要价2000多，拿的1700那一片。还有个虎斑色的哈，你看这头斑。漂亮吗？那边还有金毛边牧哈，这边有古牧。这古牧咋卖的，大爷？啊？16张。大白头古牧哈，看有没有喜欢的，16张。还能便宜呗？咋便宜？你说多少咱都多少呢？啊？便宜不多。能便宜到多少？便宜50块钱。哎呦，天那么热，你看还50块钱，你最少也得便宜个500-600啊！不让你便宜1000了，你把那个零头磨掉了吧？还1600哈，他说便宜50块钱，打疫苗了吧？打疫苗了吧？哎呦，疫苗齐全了，大白头古墓哈，谁家买新房子哈，可以养它，因为啥吧，它是防止甲醛的，听说的哈，咱也不知道真假。看看这个大白头古墓啊，最少多少钱，大爷？你付个实在买价。我给你1000。不说你愿意不？愿意拿不走狗，那不说了不能白说。问吧，大爷，像你这样的最多卖个1200，实话实说，最多1200。他说包我也得1200了。现在这边有德牧哈，看看，这是德牧，这个头大。这德牧让我讲解一下啊，这有的是吹塞结合。狗巴应该是吹系的，狗马应该是赛系的哈，在一起，要不然骨量没那么大。这头斑也不一样，没洗澡的哈，耳朵立起来的话得5个月左右哈。这边还有大娘的西高地哈，看看这大娘的西高地，西高地柯基哟，大娘还有个好狗嘞。嗯，好不好看？这个柯基不孬。嗯。你这是西高地，大娘西高地啥家了？大娘转向西高地来了。你看刚毛了，这是刚毛的哈，你看不拉掉毛哈，不拉掉毛。刚多少钱大娘这个？3000。哟，便宜了大娘了，3000哈，有公有母呗？有公了。俩公一母。这个呢？这是公了。这是母。这是母的哈。2公1母，看看，要价3000，实际上拿的话1000能拿不？能拿。能多少钱能拿？那得2000多块钱。也得2000多块钱，也行也行啊，2000多块钱。大娘的科技不能，大娘科技都几百了。要价1000。你说卖价吧。卖价。啊。900。卖价900，你要的可不便宜。行行行。小弟不能，他家那两个小弟虽然不是太好看。也行、长得也可以了，公的一般化，2000多块钱也就能买这样了，对不？你要它很贵的，1万多的西高地多的是，1万多的西高地多的是，那些软毛的啊，它这几个西高地属于耳朵还没正式立嘞，耳朵没正式立，这几个西高地看有没有喜欢的啊？2公1母，2000来块钱，咱今天就简单到这里啊。来关注一下吧，关注一下哈。